没错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垦丁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来到垦丁好几天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因为前面我们的活动行程都是潜水啊、冲浪，可能你们观众不喜欢看这些节目。之前我们拍过潜水的节目，它收视率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不把这些内容拍出来。不过一样的，我们要去公站这边的一个秘境。那待会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来宾，你们一定都认识他。然后我冒着生命的危险邀请他来这里，因为邀请他，我可能随时都会被卡到音这样。那待会你们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来到恒春，然后做了很多恒春的深度之旅，全部都是由一个美国人带我们去的，包括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七孔瀑布。我最厉害，我就是本地人，我是张卡来耶。虽然他的台语好像还不是这么好，不过他的国语可能比我们都好很多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七孔瀑布。七孔瀑布它很简单，你只要 Google 一下七孔瀑布，它就会把你带来这个停车场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往瀑布的标志，往上走。前面这人是不是？哎，没有这样的啦，你要很隆重的介绍我，你就搞得我也要背后领。现在又在这个山区讲得很敏感了，而且你刚介绍说是七孔瀑布，然后我心里第一个直觉反应、是七孔流血吧？这个瀑布名字听起来有一点大家觉得紧绷。七孔瀑布为什么叫七孔瀑布？因为它有七个洞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是专业的主持哎。还要做功课的，那我们欢迎台湾第一代的网红始祖 Circus Eason。耶！你知道我从 Circus， 我们从嘉明湖下山之后，我曾经告诉自己一句话，而且是发重誓的那一种。就是呢，这辈子不要再登任何一座山。这个不是山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的膝盖真的很疼哦！我发现我的膝盖在下山的时候很容易，就是好像走路会没力这样。我那个时候想说，我这辈子应该是跟山无缘的，结果没想到今天被 Audible 直接找来，又是一个爬山行程，而且还用骗的，还是什么停车场出来，马上就到了，根本没有，应该是要登山呢。其实还好啦，这个行程对我们来讲是小 case， 不像登山。而且每次跟 Eason 出来，我都觉得很恐怖。怎样说？因为我们每次去哪里，好像都遇到一些很大的麻烦啊。对，不是灵异事件的那一种，不是灵异事件，是真实的麻烦。对，例如说在 LA 的时候被警察逮捕啊，在美国的时候坐救护车进医院，然后还有在高速公路上面被警察pull over。对，还有吊车在高速公路上面，然后直接没油的。你们跟我出来玩，就是真的要辛苦一点。在沙漠上住到鬼旅馆。对，旁边就是鬼城啊。可是它超新的，那个旅馆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是鬼旅馆。结果一 Google 发现，可能那个地方不简单。而且你记得那个鬼城，我们还讲说半夜去探险这样，因为它是一个废弃的矿场。结果我们听到矿场，我马上三个人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去好了。”没有，不好，是你熟啦。我跟蔡孟翰是要准备要走进去要探险，然后你说你要回去啊，车钥匙在你身上啊，你回去我们两个要当然要跟着回去啊，不然不是这个不能随便开玩笑的，这个很容易就卡到音，好不好？那个跟台湾的比起来，真的算很轻微的。我们已经看到瀑布了，哇，这个是第一孔吗？好像就是这一池了。我们先上去看一看好了。莫雷的频道好国际化，怎么还有邀请到国外来的来宾？讲台语的双语频道，这一段就要攀绳了。你说的七孔，该不会从上面数下七个洞吧？这我会揍人了。对，第一孔，上面第二孔。啊。哇，没想到第一段就要攀绳，而且这个斜度蛮高的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对，待会走下来，这绳子一次只能一个拉。那换我了。好累哦，哇，超累。现在换医生上来了，大明星总是要最后出场压轴。好，还跟我说穿拖鞋 OK， 然后你自己穿溯溪鞋。出来玩鞋子的选择很重要，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交代过了哈。这个瀑布应该是第三孔吧？还要上去啊？这不是瀑布的行程，这是爬山的行程吧？对啊，我就跟你说了吧，根本就拐我来的。哎呀！
啊，我已经满身汗了。不过都有人设置绳索，所以沿着绳索拉就会比较安全。啊、真的好多孔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！哎呀，酷哦，一孔一孔的。我觉得这里真的有一种先进的感觉，因为这种阶梯式的会觉得很像是那种人造出来的，可是它却是天然的。好扯哦！哇，好清澈哦！然后网美都会坐在那里拍照，那哪是拍照的地方？那是跳水的地方。哎呦，花莲小孩、哦、果然不一样。我们是 Outdoor Boys 的。其实我们已经到了我们要到的目的地，可是听说上面的风景是更漂亮的，但我们还得爬上去就对了。好想要下水哦！哎，现在都快十二月了，天气还是这么好。南部就是天气真的很棒，可以玩水玩到一月吧。这是第五孔，所以我们决定从第五孔下去。经过了一阵的上升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往下攀，也是要攀绳，所以注意你的鞋子啊。我看网络上的资讯说，从停车场到这边好像只要20分钟，可是它没有那么简单，真的。它是会让你非常喘的20分钟，就是心跳超过120的20分钟。啊，超累。然后我们一群台湾人搞得好像我们才是外地来观光的一样。有一位美国来的白人男子在当导游，他是我们的tour guide Brian。你看，超台的。昨天在恒春老街的时候，要去吃什么好吃的，然后哪一间老店是吃什么，全部都是 Brian 带路。还纠正我们整桌人拿筷子的方法不对。辛苦是值得的，从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池水是很干净的，清澈见底，很美啊、哦，有彩虹呗。美国队长，我们要往下面那一次过去了。我这个感觉也蛮屌的。对啊，这也蛮不错，这一池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到了哎、欸，一个天然藻缸。哇，我们到了，这超漂亮的哎、欸。我们要谢谢美国队长帮我们测试了这个滑水道。刚刚我们在这边忙着拍照的时候，就突然扑通一声，我的美国队长手气口默默的上绳，直接这样滑到下面去。本来我们没在赶事，想说算了，失误就完蛋了。美国人果然是冲 ，You are Captain America。美国人还是会玩的、啊，啊，好紧张。所以我们不推荐玩这个滑水道，它太浅了，刚才完全是一个意外。不过 Circus 就是 Circus， 有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。哎，那我们今天 Outdoor Boys 青红瀑布的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We are Outdoor Boys， See you next time。有没有发觉我们回程的路跟去的路不太一样？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这边其实是有路可以好好的走的，像个现代文明人一样正常的爬。但是我们美国队长竟然带我们爬绳索，所以说它有分两种等级的，
看你自己想要冒险泛滥的那种 style， 还是说你想要比较亲子温和路线。所以今天 Outdoor Boys 的行程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五年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，你就说你的 YouTube 频道要开始了，现在怎么一个毛都没有？哎呦，人生苦短，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到处去玩了，我还没有时间剪接。慢慢等，快要出来了。还是如果说年底之前你的 YouTube 频道第一个影片都还没上来，那你就直接加入 Outdoor Boys 好了。对啊，你就直接加入。不一样啦，我的频道到时候呢会走比较多国外背包客路线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波。好啦，如果喜欢 Eason 的观众，你在下面留言，要他加入 Outdoor Boys 加一，刷一排汉堡，刷一排火箭。这个时候是刷一排我的 IG 吗？刷一下，这个是 Eason 的 Instagram。耶，那 Eason 的粉丝们也请你们关注 Outdoor Boys。我们很多台湾好玩的行程哦。耶，我们的 Captain America 已经失去他的 super power 了，变回凡人了，现在在睡午觉。